蝉翼和油花都超满的火锅店太嘎后矮黑梅森，今天带各位来品尝位于台中南屯区火锅界的 LV 桐花涮涮锅物。这家火锅店主打的就是食材的新鲜度和生猛的海鲜，以及那油花超美的和牛。今天带家人来品尝他们家的商业午餐，光是商业午餐就让人叹为观止。各位客官，看看这样的食材丰富度和等级，锅子还是使用导热效果很好的铜锅，还有一点专人为你服务。你们有吃过从头到尾都不用自己煮的火锅吗？我是第一次。煮好盛盘到你面前，各位只要好好的享受品尝就好，烹煮的事情交给他们。每种食材都煮到恰到好处，没有过多的调味，品尝的就是食材原本的鲜。和牛的油脂多到一入口就充满整个口腔，他们会把虾子剥好，整个就是 VVIP 的等级对待，最后再煮杂炊，将整锅的精华一点都不浪费。我只能说，如果你们想要享受高级感的吃火锅氛围，还是想要向家人展示自己现在过得很好，那你们一定要来试试看。这里都是包厢的形式，天花板用了满版的纸伞装饰，非常的气派壮观，你们觉得这样的吃火锅体验如何呢？